一二三，我们的招商代串口服务呢，在这边呢，在现在这一刻开始，我们来启动。新进民分会馆长李进勇，今天日甲地方重要企业改进处，做伙来替招商代理窗口告白，选举婚姻将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，吸引企业界前来投资设厂。今天啊，这个招商单一窗口的一个揭牌，也是对社会、对我们云林县各界的一个宣示哈。那么冲着上好的一个投资的环境，那么提供上优质的一个行政的协助，唔盲讲在地的企业有法度通得到一个更加好的经营环境，有法度通吸引更加多外地甚至是国际上的这企业家，因真愿意来咱云林县来遮投资。来遮经营。李进勇强调，云林县政府目前的财政真艰难，政府将克服招商的困难，协助企业前来投资，增加全民的工作机会。伫整个啊，这个经济的环境啊，这个经商的环境并无真好的情形之下，我们如何能够推动云林县的产业的发展？我都当增加咱的全民的工作机会，增加咱企业经营的获利的能力。这个都是对县府团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考验的，对吧？所以管护的团队我们会全力以赴，那我们也会带动一些这个革新的措施，希望能够来克服这些困难。管护建设署人员也表示，这个单一窗口为找到地到建厂等等的问题，拢一手包办，以减轻企业的困扰。不管厂商来云林要投资，不管是要找土地也好，要变更土地也好，要建厂也好。拢有做招收的做这问题啦吼，所以呢，咱就成立一个这个招商投资的这个单一的窗口这个平台。根据建设署统计，云林县为99年以来总共招商160多间，其中有未少国际级的大企业，招商成绩相当优秀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